这本书主要是面对如果你有些学习上困扰，例如常常一篇文章看了很久，一直没有看完或看不懂，一本书只要读好几个月，或者你在读书的时候看完前面忘了后面，看完后面忘了前面，仿佛船过水无痕，常常都记不住、记不牢。所以这本书就要跟你聊聊速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如何能够用有效率的方式来读一本书。然后让你可以节省更多时间去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。好，那到底真的能够做到一秒钟读完一页吗？好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如果经过训练，它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如果经过训练，它是可以做得到的。而影像阅读法里面所提到的观点是，它不是读，它是看，它不是读，它是看。所以在读书的时候，你是等于是在看书。不是在读书。什么叫看书不是读书呢？看书是用照相的形式，很快抓取关键字，抓取这本书这一段要告诉我的含义是什么。所以它是着重在理解，不再把它整个背诵。所以它其实有几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称为准备期。准备期包括准备你的环境，准备你的心态，让你能够有轻松，甚至你给我配个音乐，可能会更舒服、更舒适。然后有的人喜欢在图书馆进行，所以要一个适合的准备环境。然后第二个进行预习，预习就是先把封面、目录序这些外部资讯，了解作者是谁，能够先读清楚。好，那接着就要进行影像阅读了。好，那当然影像阅读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阅读方式，包括有跳读法、翻读法。这本书里面有各种影像阅读的技巧，甚至流程，然后还有你的眼球运动该怎么样运动进行。结果有的人只看上半部，有的人只看中间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用眼球运动来进行的。然后，当然也有人是用跳读形式，只抓取关键字的阅读法，只是抓取关键字。然后，当然它里面有一些给初学者的建议，一开始不要勉强自己，一定要把他所提到的方法全部搞熟，先把一个方法先搞懂之后，再慢慢走下一套方法。因为这本书里面提供的工具是进阶不断的使用的。所以它是有效益的，能够帮助你持续练习。